咩事？爸爸換車。爸爸換車？唔知。嗱，而家咁樣 ，Ken， 冇你同 Kenson 投票啦，究竟買咩色嘅車？红白蓝灰黑，呢唔使拣，拣个 body 啊，呢、這个啊 ，Model Y 后驱版灰色，19寸零，51400就净车价，税159000冇啦，冇税嘅，系啦。好，拜拜，好，好，搞掂，搞晒啦，哎呀，卖咗啦。自从试车买了 Tesla Model Y 之后，我每一天只有等待等。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公平原没半点偏心，苦涩慢慢向着心里心，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是谁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人，何故？明是痛苦。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远糊涂是你的一颗心。爸爸，爸爸，做咩？有信息啊！有信，收车，收车。吓、啊，终于收车啦！啊，几时啊？哇，啊，你知唔知咧 ，Kenson？ 自从我订咗架车之后咧，我真系我个耐性咧系增强咗180万%啊！因为原来咧等咧系真系令到你个人咧磨练到你好犀利嘅，我已经等到冇晒感觉，但系今日终于收车啦，唔系啊嘛，正啊！啊！終於等到啦！大家好啊，我係 Kenson 哥啊！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可以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今天介紹的終於拿 Tesla 了，耶、yeah! 哇等了好久了，大家知道呢，哇真的等到多久，等到我沒車駕了成兩個月，哇我還辛苦發呢，早上搭巴士啊，搭的士，搭的士的士佬又不肯停啊，是不是經常都飛即是叫什麼腿載啊，離曬譜啊，搭巴士逼過我睡在那裡，終於千追即係左追慢追右追前追後追，終於今日有車到啦！排除咗好多萬難，終於有車到啦！幾時攞車？星期一。你要翻學喎？你做咗咯。係咯，咁其實咧，只可以好似話唔知兩個人佢哋咩？咁啊，聽日咧我就會去呢個青衣去攞架新車，咁你又要翻學啦。係。咁我攞完之後咧，就翻嚟接你，就話俾你睇下架新車，咁啊。但係咧，而家有啲嘢要做嘅喎，因為咧，去之前咧，我哋準備咗好多嘢喎。咁啊，首先咧，睇睇嗰個 sales 咧，係啦，咁佢呢度咧就話咧，交車前15分鐘登記手續啊，首先係11月7號2點至
三點啦，咁啊青衣啦，聽日我就搭的士去啦，咁啊帶身份證啊嗰啲啦咁樣，咁啊佢跟住話咧，啊兩位成人喎，你係咪成人啊？唔係。咁啊真係冇你份啦。咁啊，首先我哋要咩？要呢個下載個 Tesla Apps 喎，即係長進行呢個車時嘅配對。咁啊，同埋有片睇喎，睇先。我哋 download 咗 App 先，好冇？好。手機認識我 Apple。佢傾過咩？咦，我有喎、啊，喂，我有喎、啊，要佢咯，頭先彈出去一個咯。啊，咁 download 咗啦，跟住咧睇片啦，啊，咁我咧就睇下有咩片啦，一齊睇下教學。This is your charging cable。嗱，佢都有曬教學啦。呢個就係叉電喎。啊，第日聽日我就會有條咁嘅線啦，我而家唔使入手噶啦，就係咧就咁叉電啊。有個插頭，跟住咧就插落去。哇！睇曬。嗱，你知唔知咧？唔使用 Tesla 嘅喎，打開個藍牙，跟住咧打開 Tesla 一個 Apps 啦，跟住咧封 key 啫喎。The Apple have you tap the key card against the doorbell or behind the cover. 個電話冇電啊嘛，大鑊。唔係，佢仲有個後面有車卡俾你嘅，應該。If you approach your locked Tesla with the phone key on you, pull the button and instantly unlocks the car. Simply sit in the driver's seat with your phone in the car, buckle up, press the brake pedal, and you're ready to shift to drive or reverse. 哇，咁。We recommend activating walk away door lock. With this setting on, you can take entire trips without reaching the door. 一離開佢就自己鎖啦。When you walk away with your phone, your Tesla will automatically lock. 哇。With walk away door lock off, tap the lock button within the app to lock your Tesla. 咁啊，有咩就聽日爸爸詳細拎翻架車嗰時咧，就俾你睇好冇？好。好啦，咁而家過嚟呢邊。嗱，你睇新車啊嘛，新車係乜都冇嘅。咁我而家準備咗少少嘢。第一咧，就一定要咧。車又拍片啊嘛，一攞車就要拍片啦，咁我就要整個嗰、那個拍片嗰個架啦，係咪啊？咁咧，另外咧，正所謂入屋嗌人，入廟拜神，咁啊攞新車咧都要拜神，咁咧全靠 K Queen 咧。聽日咧我就會咧呢、這個電子嘅香拜神，我就拜一架車，因為架車屬於我噶啦，聽日咁我就係啊，呢、這個我自創嘅，咁我擺喺裏邊咧就哇正啦！喺個籠度咧，蒸一蒸佢先，因為咧唔知會唔會做噶嘛，籠唔知幾多人揸過，定唔知啲廠嗰啲味。好啦，另外咧就要再喺啲被啊、凳啊啲地方咧，就消毒一下先，食太盤啊啲啊咁啊消毒一下啦。好啦，最後咧啊唔係未最後，同埋依個咧，我哋上次同我哋旺角買咩嚟嘅？香薰嚟嘅。咁呢個香薰咧，紫色呢個係咩咧？是滅蟲和滅曱甴的，他說什麼啊？誰都是滅蟲和滅曱甴，是的，因為聽人說呢 Tesla 呢是很容易引曱甴，我不知道為什麼，原來說呢 Tesla 有些洞呢在車頭位呢會掟到曱甴啊，今天有個香薰買地上的凳子在那裡，等防止曱甴的入侵啊。最後呢就是呢，哇，大家看這個呢殘到不堪的，哇，污糟到 Tesla 是什麼呢？是爸爸呢當年在英國揸第一架車的時候就買回來保佑爸爸，保佑到現在二十幾三十年了，有沒有三十年？沒有三十年，二十幾年，沒有什麼大意外發生過，黑黑碰碰的是有啦，是不是？就全靠這個觀音就保住我的車的，污糟邋遢，我聽天我將它就掛回我的車頭，那繼續保佑我們安安全全地駕車啦。那麼暫時先整好這些東西，其他配置就要再買啦。好吧，明天好緊張啊，去拿車拿 Tesla， 緊不緊張？緊張，等我拿完車回來就見你，好嗎？好了，那終於等到了，好了，去明天吧。第二天，哇，好頭暈啊，喂，做什麼事啊？是的，我走了，喂，我拿車了，那現在我見他的 Apps 幫我轉了，我準備拿車了，大家看看。係啦，咁啊執嘢，咁我今日買多個影相架器，因為咧我一個前一個後啊嘛，俾大家睇。跟住咧，媽咪太伯提我咧要帶電筒，因為咧要睇下有冇啲花痕啊啲啊。跟住咧充電線啊啲，帶埋相車呢、這個影相架，咁啊出發。
跟住咧，唉，好緊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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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人都未試過咁緊張啦。仲有 K cream， 食咗水 K cream。啊！呢个点啊？喂，攞住咯，分开两段。我哎呀，我 Tessa 之前话：，哇，你做咩事拎咁多架餐啊？咁我记者嚟噶，我话我系。好啦，出发！出发！耶！好，再见。攞车，攞车，攞车。唔該，青衣，青衣路嗰 Tesla 嗰度，唔該。門好似係依度，發展啲啊！哦，你嚟過喺度？我未嚟過，未嚟過，你依度，依度，依度。就在这里了，应该这里落得了，不用这个停车场。唔该晒你啊，我唔该晒，拜拜。攞车啊，带头又带房，坐客拎相啊。好嘅，唔该你。到达青衣啦，耶，距离攞新车不远啊，15楼。好緊張啊，哈哈。到達。哦 ，Tessa。交車部。上次咧，我先文件咧就係左邊嘅，而家交車咧就係依邊。你要出兩點至三點攞先。哦，冇問題嘅。咁我幫你就睇下呢間先。唔該，多謝，拜拜。喺呢邊等啊嘛。哇，好快搞掂。而家咧就要入呢個貴賓室啊，等攞車。啊。咁啊，睇下個 video 先，睇下 Tesla 嘅發展。Tesla 以推動全世界轉為使用可持續能源發展為使命，積極在世界各地拓展可持續能源發展的方案，包括電動車、太陽能和能源儲備等。作為 Tesla 的一份子，我們很高興可以協助你做好準備，讓你可以順利展開你的電動車之旅。記得在 Apple 的 App Store 或者 Android 的 Google Play下載和安裝 Tesla 的應用程式配對，透過藍牙用手機去進行一般的車輛操作。你只要將車時卡擺放在司機 B 處位置，就可以解鎖或者鎖定你的車輛。你可以透過將手機和車時進行配對，直接解鎖和開啟你的 Tesla。 記住要確保藍牙已經開啟，打開 Tesla 手機應用程式，按一按手機鎖匙，根據指示將時卡擺放在杯架位置做配對。哎呀，唔該，係。哇，邊格是我啦？我邊？哦耶！number NC 50573，NC 50573啦，係啦，先 NC 50573，係。好，快睇下車尾張先啦。
好，首先呢度有四粒螺丝俾你换嘅，金属车牌用啦。系。汽车急救包喺里面嘅。咩叫金属车牌啊？哦，你而家用嗰个胶车牌啊嘛。哦，即系如果第日我去换。系。哦 ，OK， 哦。呢块板可以托起接埋，或者成块抽走咁。三门就呢个啦。嗯。之前有冇揸阿 Tesla？ 冇啊，咪试车一日咯。首先呢度有張時卡啦，或者先生你會用 Tesla 個 Apps 嚟做呢個開山車門，咁我建議帶翻張時卡銀包啦，因為電話會冇電噶嘛。哦哦，係啦，有張時卡點都揸到出。有幾張卡啊？兩張嘅，係、哦、啦、okay ，可以信用卡咁大嘅。哦哦，好，用法就咁嘅。哦，鎖門啦。係。開門啦。即係冇紅燈綠燈嘅喎，喺裏邊啫啊。係啦，冇錯。哦。跟住將呢張卡擺喺呢個杯架後面個 sensor 位，踩 brake 就可以著引擎噶啦。另外想用中文定英文嘅裏面？中文啦。好，等我一陣。好，請上車。哦。係啦，其實嗱，好多次停喺車仔依度啦。撳車仔控制，左鏡右鏡啦，當你教右鏡啦，用踏盤依粒。的上下左右。就整，跟住撳 safe。系啦，轉頭自己校翻啱啊！踩盤都係上下前後咁樣嚟校啦，就咁師傅。之前試車揸過，咁樣嗰個暫停模式咧慣唔慣嘅？即係收油停車嗰種。係有好多種㗎。One pedal drive 咯。通常啲人用邊只啊？嗱，如果慣咧就用翻呢個暫停啦。即係一收油就去停車。哦，係嚇，好好。如果唔慣就可以用翻自動波嗰種啦，慢行短都似嘅，係啦。哦，依得啊，依個。係啦，係啦 ，OK 就得㗎啦。好，咁你係啦。我點樣校燈啊？好高啊！而家好高啊！燈掣嗰度有掣噶啦，係啦。哦。冷氣機唔講啦，係啦。咁樣呢啲個個牌子一樣噶啦。呢呀，依架就屬於我嘅車啦！大家睇下，哇！天窗，我後邊，我胎盤咁細嘅嚇。出去先，行一轉先。而家咧就要睇一架車咧有冇積啊！哇，好似好多粒粒突突嘅嘢咁啊！喂，攞下電筒先。呢啲係呢啲積咧。呢、这個唔呢啲咪積嚟，發唔到喎。都係本身有啲石仔啊，個孔啊，應該本身底有問題，嗰啲力仔有個孔，面都污糟，幫你抹到，但係咁即係抹唔到啊！呢啲全部。格格都是这样的吗？都有少少这些问题。原来有点积了，一积他说抹不到的，说一开始有积了。其实啲料都好似好一般啊！啊，咁我 check 架车先，好多啲花痕啊，真系唔系讲笑。不过咧，老实讲，过几日都烂噶啦。過幾日都污糟曬啦！一啲
呢度有一沓唔知咩。啲手工都係差，係啊。哇！哇！呢個黐捽曬。呢兩笪好大笪啊！呢兩笪麻麻都，呢笪同呢笪，啊得喎，得喎。哇！最重要梗系 Spotify 啦 ，Spotify 大佬咩歌都有得听啊，大佬。咁我注册先。哎，最紧要整翻个车，录车 cam 啊，系咪先？先，应该系咁样啊，摆呢度啦。至中，得唔得？呢个位。好，正所谓入屋叫人，入庙拜神。Tesla 拜神，而家就是拜神仪式啦。希望保佑我架车咧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啊，马路的事。Yeah。衰一衰架车。拜神儀式啊，耶、yeah ！耶、yeah ！拜得神多自有神庇護，安全駕駛，身體健康。好啦，等我消毒一下先。唉，不過出到街都花噶啦。抹到啲啊？抹到啊？打咗啲噶啦。是但啦，幾日就花噶啦，出到去。不過交鎖匙係要睇下啫。啊，就咁揸走得噶啦。係啦，一路揸落去，轉左手邊走就得啦。啊，即係唔使閘，唔使剩噶。啊，我驚啦，要轉幾個圈啊？13個。唔該曬。好，拜拜。我想問啲嗰啲人個個喺度響必係咩意思啊？我哋試下個安響唔響。哦，即係唔係有啲功能係？先可以你如果你話嗰個功能就係講緊你揸緊車，見到前面撞車想錄低嗰條片。哦，啲人唔知就話，試下個安。咁如果平時我響安就錄片啊，咁唔通？會噶。即係我警告人哋響安就錄咗片啊。係啦。咁唔使停㗎。係你揸緊期間啫，如果你停喺度響咧。你冇開曬冰雲保存。咁如果我想錄啦，唔使停嘅，佢自己會。你揸緊車 keep 住。揸緊嘅時候，你撳響安就得。跟住幾耐先停啊？我圖片。佢大概係由去到去你響嗰一下
哦 ，OK， 哦，明白，唔該。好，走得。好啦，萬事俱備，我而家要出發啦，大位，各位，好緊張啊，我而家。要轉個靚彎啊！我好驚啊，好似未揸過車咁啊！一新人，我安全帶先。好啦，嗱，我出發噶啦，各位，頂住啊！咁啊，首先你踩咗壁先，踩壁，踩完壁之後，呢個掣係哦，要撳 D 啊，哦，拉向下拉到個 D 波，然之後再踩油。點樣踩 D 啊？上邊右上角嘅 spring 右上角，你一落唔到去嘅，而家已經係 D 波噶啦。哦。N 就哦 ，N M 唔使用啦，如果你揸車用 D 波嘅。而家 D 波，跟住我放 back， 放 back 就踩油。踩油。哦 ，OK， 好，唔該曬，拜拜。好，唔該曬，拜拜。哇，我開車啦，好緊張啊！哦，好多車喺度，好緊張啊！我。哇！好多新車喺度，超多新車啊！慢到好似矮欄咁啊！而家我哇！前面有個大 Tesla 車，唔好打錯指揮燈。So great！ 不過我覺得真的好像很細格咁樣呢架嘢。好慢啊！我而家。矮啊！我覺得個車數矮啊，我個人好大嚿，好似好細咁啊，張生。而家先九樓咋？我開始要揸快啦，開。一樓啦，哇！唉，終於落到嚟啦！有得 ，yes， yes， come on， yes， 我终于揸新车啦 ，yeah，
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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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戴翻啲鏡先啦。爽啊，好爽啊！我停埋一边，校一校个镜先。呜，快啊！超爽啊！啊，系最重要的，我个平安符都未安，睇下安喺边度先。呢度，之前安喺呢度，安喺呢度先啦，暂时平平安安啊，感觉好正，呢架咁嘅车，哇，好似玩紧碰碰车咁样啦，系啊，而家咧我就咧。翻去咧接 Canson 啦。哇哦！耶，離開青衣啦！爽爽爽！摩托 Y 真係好爽，係細格少少啫，我覺得，因為我揸開SUV 啊嘛，大家都知道我揸開高身車，一隻就佢依格雖然都好似叫 SUV， 但係咧。我覺得就比較細，我比較大嚿咯。Yes， 我終於揸新車啦 ！Yeah！ 哇哦哇哦哇哦哇車都幾污糟啊！真係，而家咧乾啲先睇到咧，哇！啲位咧幾污糟啊！哇！手工真係，哇！真係，雖然咧話揸幾日都會花嘅，不過。都是曳嘅，都是啊，曳，好曳啊！喂 ，Kason， 翻嚟啦，爸爸，耶！啊，架车度啦，哇，哇，三观啊！好啊。哇！嗱，做咗曬膠袋啦，嗱，識唔識？上次畫畫啦，舒唔舒服啊？好似好窄啊，後邊係嘛？
叫咩？好，坐乘客位啊！啊，哦，耶！哇哦！哇哦！翻到嚟已經天黑啦！哎呀，我哋咧遊一遊車河先，跟住咧聽日咧先再拍一個全面嘅試駕體驗啊！因為咧考試啊 ，Kason， 我哋唔可以咁。Hello， 投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系啊，关键啲嗱，哇！你记得有雪糕桶咧，嗱，见到雪糕桶系有雪糕桶，有人咧行咧佢就有人噶喎。嗱，见到雪糕桶系有雪糕桶，有人咧行咧佢就有人噶喎。因为有两架车啦，都有两架车喎。劲搞笑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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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测到鬼噶架车。探窝啊！喂，影住我架车咧，个大军灯行紧啊！啊，咁啊，听日日头我哋先试俾大家睇啲咩分寸啦，好嘛？听日 Spotify， 点解你突然间又坐咗后边嘅？听下头啫，点解突然间？系啊，咁我哋听日先试俾大家睇咧。今日新车暂时去到呢度啦，条片太长啦，听日拍第二集，多谢大家收看，拜拜。好啦，我哋终于咧可以咧坐新车翻学啦，妹妹 ，Kason 呀，妹妹，是咁样的。跟住咧，绿灯啦，差啦。第二日咧，我终于揾到个充电机啦，喺呢个康怡一个 Eon。咁啊，充紧电啦。不过佢呢个咧写住咧。我依兩日揸咗50% 啊嘛，咁啊佢依只咧話要差3:20先可以差換喎，哇咁真係好慢喎。不過我見依度咧，除咗 Tesla 嘅充電機之後咧，仲有寶馬喎，有寶馬嘅充電啦，跟住咧好似有 Benz 添喎，我唔知道可唔可以撈電用啊？哇，好靚喎呢個 Benz 充電站。差咗60%啫，插住先玩一下啫，跟住睇下點掹，係咪就咁掹就得啦？係啦，就撳住個掣，跟住咧就可以出嚟啦。擺翻落嚟，係啦，就咁啦，搞掂。好啦，第二日咧試咗個充電俾大家睇下咧，跟住咧就要等下一集咧 ，Kason 得閒，因為 Kason 考緊試啊嘛。Kason 得閒嘅時候咧，我再同大家拍下一集咧，介紹下 Tesla 嘅function，係啦。Tesla 嘅分寸，咁啊詳細同大家講下究竟有咩玩啊 Tesla。好啦，今日介紹嘅 Tesla 由好辛苦攞車，唔係好辛苦買車之後等攞車，攞車之後嘅情況，再第一日翻嚟嘅情況係點咧？係咁多啦，留意下集再會，拜拜。真係有曱甴咯，已經有隻蟲啊，大佬 ！Oh my god！ 大家各位。哇！唉，幾多呢啲小生物？即係啊，真係。
在笑声快乐无穷，到处玩去下街，吃喝拍片轻松舒畅，欢笑中享天伦，让父爱亲子关系满分。爸爸与乖细路农家，天天拥抱一起，兄妹搞鬼可爱，父母爱锡兼几耐。